飞向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遇见最好那个人，候鸟和森林约定，勇敢的回应，然后我的世界也变轻，我心里中合照作为黑料加通稿的买方心福，我运气应该没有好到在心福还有第二个初中同学了。那你怎么不成你头花大吼大叫吗？我拥有的已经够多了，其他没必要多去计较。虞美人，这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你太虚伪了。我做过的事我认，你做过的事却百般狡辩。夏小姐，你想多了。不是我们不敢认，是我们根本不屑于玩这种手段。你以为你初中照片的事儿只有美人知道吗？除了他还能有谁？你们赵总也知道你所有事儿吧？可笑，我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心扉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因为更大的利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拉踩。夏小姐受了这样的委屈，我们当然是看不下去的，所以我就稍微查了一下。我查到这个叫新梅的是星福最新签约的博主，看来这不是在踩一捧一，是弃足保居啊。他怎么来了？怪不得呢，我说我在葡萄园看见有人鬼鬼祟祟的，他没欺负你吧？哎呦，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你别站在这儿说弹幕了，快把东西给叔叔阿姨拿过去吧。遵命。哎，我的确是觉得有点欺负他了。这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一心软，那就是反派要作威作福的时候啊。谁说我必须得是主角呢？说不定在夏至的 POV 里我才是个反派。你没事吧你？其实刚刚我好像突然有点理解他了，我们的起点一样，而且无论是在感情、事业还是学业上，他甚至比我更努力。我不过就是运气比较好罢了，但这不就是不公平的地方吗？我又有什么理由批判他呢？你知道为什么你是主角吗？因为你有反思的能力，但他没有。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
在成功的时候呢，会归功于自己，但是失败的时候就会把错归咎于别人身上。夏芝也是，但是你不同，你呀，成功时呢惶恐，失败时会自省，所以你是主角。我们甜甜的思想什么时候这么深刻啦？那不是最近在认真学习吗？进去吧。嗯，考不考的反正田老板全看了，学习热情倒是很高涨。那你可得加油了，别跟不上别人前进的脚步。那当然，我跟甜甜在一起以后，我的危机意识特别强。哦，那你要不要也向庄教授看齐一下，学个博士当个教授什么的？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想考分分钟的事儿，我志不在此。哦什么？我跟你讲，我现在的工作要是给那种满脑子都是学术的老学究来干，不一定有我干得好。我的工作也很有深度的，这点我同意。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庄宇。之前在小美家匆匆一别，没来得及正式协商。哎，那个庄教授，别误会啊，你不是老学究，你是青年才俊，久仰大名。走走走走走走。不会吧，你们从上次之后就没再见过了？那是因为我把工作和个人生活分得很开了，希望大家离我的作品近一些，离我的个人生活远一点哦。哎，对了，我想到个好地方，不知道庄教授是否愿意赏脸。我有一种预感。什么？直男间莫名其妙的攀比一触即发。哦，聊雄性竞争，那我可就不困了。嗯，首先就是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告诉另一半自己有能力撑起一个家。哇哇，有情侣标志。这不光是个标志，这四个还是灯，以后你晚上播报天气的时候就不用挨家户跑了，灯一亮村民们都知道。真是有心了哈！爱一个人就要给他最好的，这不算什么。哼，霸总的口气就是大。这还有话筒哎！全体村民请注意，全体村民请注意，今天的天气是开心的大晴天。是潜逃的 P 二。没事，别紧张。庄教授，不对，庄少费心了。不算什么，毕竟爱一个人，就是要给他最好的。走，请。这是开始比能力了，那怎么不说话，还让你这么个观众呀？之前都不知道咱俩竟然是一届的，还多亏了美人，这几年才听说了庄教授的大名。听小美说，靳总年轻有为，在校期间就忙于事业，对学校的事儿不知道也很正常。当然了，那个搞学术我肯定比不过庄教授嘛。但是呢，当年我也去偷听过几堂课，侥幸呢混了个满绩，被迫拿了个一等奖学金，真的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只可惜那年我跟着钟老去耶鲁访学，错过了靳总在领奖台上的风采。又是你。哎，对对对，那个
毕竟庄教授家境宽裕，做学术呢也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那个检陶这个公司我是打过交道的，并不是什么好说话的企业，想必庄教授的成长环境也是很辛苦的，美人你要小心啊。我和虞美人的事就不劳靳总费心了，或许靳总的事我倒是能帮上一点。上次去公司碰巧知道了靳总正在接洽给检讨供货，我知道靳总做这件苦差事背后的意义远大于个人利益，就顺口提了一句。一茶代酒，敬庄教授。谢谢靳总，不辞辛劳，真心相赠。没关系的，嗯，你们好好吃。小美，让他去吧。来，来，准备。来来来，你的呢？哎，花好月圆。来了。啊，我带了些螃蟹来。快来，快来，拿个凳子，哎，拿凳，奶奶，哎，哎呀，坐下一起吃吧，坐下，坐下，坐下一起，我就坐坐坐，我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下，看看你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我给你专门留了几个大的，哎，最喜欢吃了。这么早啊，小慧，你怎么来啦？陪我妈来看未来儿媳的。哦，嗯，那你先去吧。那你忙完记得来找我玩哦。姐，未来儿媳是你。别紧张，我妈来清水村考察果园供货地，听说我在这儿，顺便来看看。其实，果园离这里也挺远的，没有那么顺便吧。姐姐，你不想跟我玩啊？没有，小慧，姐姐当然想跟你玩啊，只不过姐姐突然有点头晕。庄宇，你不用管我了，你跟小慧先去见你妈吧，我休息休息就好了。姐，你这演技有点浮夸啊。什么？哎呦，我听不见，听不见，我脑袋不舒服，耳朵也不舒服。我先去视察一下这里的人土风情，你约好叫我啊。还晕呢？刚才嚷嚷着偷能量的时候，不是还挺精神的？对，
讲到这个就来气，你总不能仗着自己老年人作息总是偷我能量吧？现在不远了。不开心了？谁让你偷我能量？能量属于早起的人。但我属于你。锦鲤树，你什么时候种的？打装修费的时候是你提起的，你不记得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没有答应啊。哇，这都可以种云杉哦，不，胡杨了。开心点了吗？我不是不开心，只不过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见你妈呢。比我一年前还突然？那不一样，那又不是真的。既然是真的，那就更应该见见。听锦溪说，你家那位好像不太平易近人啊。就是你用狐媚之术从我儿子这儿骗的代言人。我没有，阿姨，我没有，我只。这些钱够让你离开我儿子了吧？自信点，再加两个零。而且我妈不是走这个路线的。对哦，差点忘了，你妈不仅仅是贵妇，还是霸道总裁。姓名？虞美人。年龄？27。25岁以上的候选人我们已经不考虑了。阿姨，不是总裁，我是博士毕业来着，毕业之后就已经超过这个岁数了。哼，博士干什么工作？前美妆博主，偶尔接接广告，还在大学里兼职助教。收入不稳定？总裁，我现在收入的确，但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努力的。秘书，下一位。总裁不要，你相信我吧，我肯定会，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你不要，放开我！我妈不看重这些。哦，我知道了，你妈看重的是这个吧？小鱼，猜好了吗？哟，什么味儿这是？阿姨，再拖点麻烦就好了。家里有一个人会做饭就够了。我害怕。好了，别乱想了，我妈就喜欢你这样的小姑娘。你妈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我喜欢的她都会喜欢。那好吧，那你说说你喜欢什么颜色。黄色。你喜欢的我都喜欢。我什么时候喜欢黄色了？你哦，那是朋友圈连续分享多首歌曲可以得会员，我都是随便选的。哎呀，小美啊，你看谁来了？大家，我们也许可能还需要点时间，麻烦稍等一下。为什么不关门呢？你妈看起来好凶哦，你说她会不会喜欢黄色？要不然待会儿你问问。您先喝点茶啊，山里的茶。别客气啊，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
姨好。啊，坐坐坐坐坐。哦，我去给你们加点热水。不用不用不用，刚刚装过的水。喝茶嘛，就是要喝热的。没事，我再去加点。你怎么回事？逃得过一时，逃不过一世。啊，我来就行了。我弟弟就是这么懂事。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啊，你也很好。我在说什么？快停下！完了，说都不会话了。说的挺好的。哎呀，刚才啊，我跟你庄阿姨还聊天儿，说你们两个呀，真是太有缘分了。那他们从高中在一起就是一个学校的，这样一路就走到一起去了。是是，我们家小美从小成绩就好，哎，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这个地方啊，要考到城里上高中，那是很不容易的。没有没有，庄阿姨成绩更好。这个时候不说，我懂你成绩了。我怎么敢呢？小美争气，你们也不容易。只要孩子好，我们辛苦点不算什么啊。我听小庄说，你们家是做小食品生意的。对。今年的生意是真不好做，啊，能撑下来就不容易。那您每天？要起早贪黑了。我们家运气好，今年还过得去。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小庄他爸爸，啊，他爸爸不在。哎呀，不在了。哎呦，我跟你说这，哎呀，都怪我多嘴，我就不该问他了。那个亲家母，那个您节哀啊。哎呀，那个阿姨，我爸爸他主要是负责一些国外的业务，他平时不在国内。不是跟我的，不是我，哎呦，我这理解能力，哎呦，我这草率了，草率了，哎呀，那这个小食品生意都做到国外了，哎呀，不容易不容易，非洲吧，啊，我听说呀，这个“一带一路”啊，哎，是有政策的，哦，是啊，来来来，阿姨，我来给你加点水，有，哎呀。哎呦，你看你这个孩子，看看你坐，慢点慢点呀！我去看看大美搁在水上面。啊，看看看看。没事啊。擦。小雨，你跟妈妈出来一趟，陪我去换件衣服。哎呦，你说你这个孩子毛手毛脚的，非要抢干什么？我不是在这儿。哎呦，再说了，我这张嘴，我刚才说什么了？哎呀，好了，太不礼貌了，没事的，没事的啊。再说了，他们家做这个小食品生意，说不定啊，还指望着我们家小美帮他们做推广啊，带货什么的呀。啊，是，是不是小美？没事的，得亏咱们家女儿优秀哈。啊，累了吧？过来坐一下。来，谢谢。你现在啊，你这条腿不能久站，累不累？我是钢铁侠，怎么会累？看看，这都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有了剪桃，销量就不愁了。是啊，等这批货款到了之后，我终于可以回炉重造了。怎么，还是不卖本霸总的面子啊？那现在霸总都不流行了呀。我们大女主呢要独立自强，这么快就不流行了？我还好多课没补呢。嗯，你那些就不要看了吧。现在呢，应该看一些史诗杰作。那是什么？就先从乡村振兴开始看吧。走，回家，你拿筐啊。嘿。光天化日的。你嘴角上扬，像在宣布每场。也不知道小美的婆媳剧演的怎么样。其
亲嘴呢，专心点好不好？你妈对你说了什么？是不是对我印象不好？没有的事，别多想。这个，哎呀，我先说两句啊。来来来，行行。这个，感谢亲家母来到我们清水村美人民宿莅临指导。不是，我是说，祝两个孩子越来越好。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干杯干杯！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好，来来来，干杯干杯。啊哈哈，这个果汁啊，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我专门听说他们俩要回来，从网上订的。哎呦，我们村子里没有这个，太贵了。爸，你别说了。啊，你们费心了。哎呀，应该的嘛。阿姨，你是不是吃不惯农家菜啊？啊，是，好久没吃过了。啊，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啊。喂，啊，吴总啊，啊，那个1亿的合同呢，我让秘书给你送到办公室了。哎，小慧啊，我们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呀？这个就是我们家了。你是说这全部的品牌啊？小庄，小庄啊，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也是刚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不好意思，哎呀，这个亲家母呀，我们这个粗茶淡饭您肯定吃不惯。走走走，咱们上饭店啊，上外面饭店吃好不好？啊，亲家母啊，嗯，您太客气了，这么好的农家菜，外面还真是尝不到的。阿姨，你也喜欢吃这个啊？不然你以为我哥为什么爱吃这个？来，张慧，多吃点来。小慧的口味随他爸，不喜欢吃这些。啊，还是小雨的口味像我。哦，那好，喜欢吃就多吃一点，趁热吃点，尝尝。哎，您尝尝，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豆腐。谢谢。哎呀，我发现啊，这小庄的性格都像您，啊，稳重，能成大事儿。啊，是是是，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来来来来，吃块肉，吃块肉。哎，小雨的性格，不像我，也不像他爸爸。啊？他从小呢，就不爱说话，也不爱接触人。以前我们工作忙，没时间陪他。总以为给他更好的物质条件是对他好。谁知道差一点把他培养成了植物人。啊？这植物人？妈，你没你说的那么自闭。你还说，要是没有小美，你会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呢，我早就发现小雨的变化了。以前没事儿就不会跟家里联系，现在还知道找我们帮忙呢。小美，你都不知道阿姨有多欣慰。欣慰？你们家欣慰是这样用的？我妈巴不得我哥啃老，好因为他疼爹母爱的缺失。您这也太夸张了，你别让叔叔阿姨们误会了，真是。哎，没有，真的。我的意思是，我和他爸爸都感觉到小雨的变化特别的好，变得更温暖，更开朗了。这样说对了吧？您随意，您开心就好。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一看到小美，一看到你们，我就明白了。
只有这样的阳光，这样的土壤，才能开出小美这样灿烂夺目的花。说的真好。那个小慧的语文水平随我妈。哦哟，这么厉害啊！孩子还会跟我开玩笑呢。妈，您多吃。看，还会给我夹菜了。小美，我刚才悄悄地问小雨你喜欢什么，这次我离家匆忙没来得及准备，我好让底下人安排一下。不用了不用了，阿姨您太客气了。小雨也说你不讲究这些。哎，所以说嘛，永远也别指望从男人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建议。嗯，哎，我就自己发挥了，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喜欢喜欢，谢谢阿姨。不过，你是什么时候拿过来的？自己家的专车，送一趟还是方便的。哎呦，来，来来来。感谢亲家公亲家母培养出了这么好的女儿。哎呀，小庄优秀啊。小庄才优秀呢。还是你们培养的好。哎呀，祝他们越来越好啊。哎，哎呀，你怎么跟小狗一样不惊吓？你说谁小狗啊？我不认识你。怎么会呢？天哪，我不会又变好看了吧？啊，我们之前见过的，我跟你问过路的，你还告诉我你开的民宿。你看我这一找我就找到你了。谁告诉你了？上次你还吓跑我一条狗呢，你还没陪我呢，想起来没？我说你真是好闲，清水村就这么大，玩一次就够了，又来干嘛？我就知道你肯定还记得我。我觉得这里的树长得特别好，我回去就想着好种子好农民也要遇到好地好时候才能长成真正的好树，哼，是吧？我觉得这里呢，天时、地利、人和都集齐了。还有，我上次在这里拍的 vlog 反响特别好，大家都想让我测评一下民宿。我这一想啊，这不好歹也来照顾一下你的生意嘛，你说是不是？美人民宿，看在这个名字跟我这么配的情况下，我决定了，我要住一个礼拜。接着，哼，哎，我人好不好？真土爆吧，你叫什么名字？加个微信吧，等会儿客房有什么问题我好找你啊。我民宿今天满房了，餐厅也都包场了，你上次不来过了吗？对村里路肯定都熟了，你找别家吧。不是不是啊，哎，你等我一会儿，你加个微信，我这大包小包。白紧张了吧？嗯，没想到成功企业家这么好相处。我们一家人都比较好相处。怕你就看不出。你再看看。哎呀，不能对神树不敬，我还有愿望要许呢。去吧。后的天气遇见某个人，偶然的回忆。我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已经帮你许完了。你现在手上在做的是培育适合非洲种植的优质黄花蒿品种，我这几天看你一直在实验室里忙，就许愿你的实验能够早日成功，在非洲的大地上成功。你知道了？嗯，毕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嘛，王主任和老李也很熟。不过没关系，我希望你继续前行，去追寻你的梦想，
沙丘会随风改变形状，但沙漠永远存在。我们的爱情也是如此。宝藏就在金字塔里，这点你早就知道了。不过我还是要收下六头羊作为代价，因为是我帮助你下定决心的。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我猜的到底准不准嘛？你许的愿望是不是这个？不是。啊？那是什么？我许的愿望是，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感觉很温暖。察觉雨淋是我一半，乌云被吹散，时间也很慢，阳光洒下圈圈光环，我用力向着你跑去，抬起头再用力呼吸，哪怕再大风雨我不会犹豫。风轻轻地吹，雨后的天空，你站在风中看那道彩虹，在我的眼中全部的景色，我多希望画面能被定格。美人姐，我们过去吧。行行行，大家辛苦啦！舞娘我越来越少了，看来近期的宣传工作不错呀。是啊是啊，美人姐。老板，这个玻璃上能不能贴上窗花啊？不然鸟飞过来看不见会撞到。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个太难看了。老板，我听说撞鸟多的房子煞气重，挡财。我们也是好心，你要是不在乎的话，那就算了。我们走吧。哎，等等，还是给我吧。我亲爱的小美，这是给你写的第97封信了。好奇怪，明明每天都发微信、视频，但还是有那么多话想跟你说，好像怎么说也说不完一样。这还真不像我。昨天梦到了我们一起去的神树，我预感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可能在你收到信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批实验苗就能长成。这次实验如果成功，也多亏了吕姐去阿拉善提供样本交叉分析结果。还有大奇和尼克坚守实验室完成基因测定的工作。你看我不知不觉又说到学术了。说说别的吧，老李
终于领证了，每天微信都给我发恩爱照片。昨天你说甜甜和静熙在筹备婚礼，可惜我来不及参加，就画了一幅画略表心意。每天都算着我们能见面的日子，想你。我也想你。接到了吗？已经接到了。这次又要去哪儿？我跟你说，米其林三星在我这儿已经不叫惊喜喽。嗯。什么嘛，装神秘。你那边都已经后半夜了吧？快点放下工作，现在马上睡觉。Yu Zhong wants to sack, in particular the love, care, and a spot for a maiden Yu. My dear, thank you for making me a better person. Will you marry me? 飞向森林里，在光线中穿行。雨后的天气，遇见某个人，偶然的回忆，然后孤单世界都变清，脑海里的声音怎么会必然被治愈，两个人的世界，骄傲的存在，就是我向你走来。你突然闯进来，心也跟着打开，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两个人的期待，像梦一样精彩，候鸟循着光。光盛开，等候鸟飞过来，确定你是我的未来。决定飞向那颗星，在人海中穿行，遇见最好那个人。
的视线里登场，一颗心弹奏起夏日里的狂想，没目的乱撞，快找不到方向。感觉透心，我擦肩上映，躲开初心的形状。八点钟方向，两个人已被拉长，我想要慵懒的靠在你肩膀。你想带着满天星光为我闪亮，在我的瞳孔中渴求发香。你嘴角上扬，像在宣布美酬，心跳是恋爱的专属。